认为你成人之危，不过我唔系咁谂法，赢就赢，输就输。既然王兄你人在雷火，咁不如因你成年同我过翻两招，冇三年三年就出手啦。估唔到今日可以俾本王爷大开大戒，哈哈哈哈！王先生，呢一次只不过系意气之争，演武大会打赢最为重要，为乜嘢嚟打？Thank you.